大家啲知道咁乜嘢美孚站啦，咁就落卡车，落卡车，啊去屯门，咁去元朗嘅，呢条片去元朗，咁啊元朗有车唔车能更新啦？二零一七年五月版本，啊，只有冇蓝光线标志，白卡车。首先咧，我就見到西鐵線見到一個試車嘅車，一架東西線車試車喺西鐵。嗱，白卡車當然係啊。請勿靠近車門。不過佢冇顯示咩線，好似西鐵線嗰啲站。美孚白卡車。没错，最喜欢就九田的座位，是不会是地铁座位，一个座位，因为平面座位可以点喐就得，不会咁独立。一站荃湾西，冇乜電嘅啦，咁就盡量睇啦。啊，部電話成日漏機，成日漏機，唔係漏電應該漏電 ，send 俾我炸。講錯嘢咩？漏機啫，漏電啫。真系，唔到。去到元朗嗰只三号站，我都起码20分钟啦。你唔好以为咁近啦，美孚至荃湾西至锦上路呢段系劲快，劲慢咯，好耐啊！你都知啦，荃湾西荃湾，美孚系美孚。搭个丽景岛啦，美孚搭个荔枝角岛啦，咁就都好啦。搭计荃湾线嘅话咧，丽景、葵芳、葵兴、大埔口、荃湾，依家几多分钟？去唔远，我唔信咯。将会打开 ，Next station 去玩咩？到到澳门我就叻。下一站麦锦新路，下一站紫山路 ，Next station 康顺 road。下一站麦元朗，成南爱转轻铁，成南爱转轻铁，下一站元朗，可以转轻铁 ，station 元朗，转成轻铁。The lights well, interstation the lights well. 站门廊平，下站廊平 ，station 廊平。我真系反光喎，对调先，对调，对调，对调。我对镜头对呢个。荃湾西。反光啊！黐線！請注意，入閘後及車廂內嚴禁飲食。請注意，入閘後車廂裡嚴禁進食。Your attention, please. Eating or drinking is not allowed on trains within the eight areas of station.
路，下一站金丰路 ，Next station Thompson Road。下一站元朗，乘南海边城轻铁。私家车。
comes and load.上路頭同尾都有交叉路軌，係咯，明白。即係話你個長壽嗰度冇聲，減過，應該係。東西線嘅車喺邊線？東西線嘅車喺邊線？頭先美孚站，講咗美孚站有。東西線的車啦，東西線的士車，誒嗰個就係大圍嗰架咧，大圍嗰架。今日是細鐵，唔是馬鐵喎。一通咗車之後啊，唔知幾多分鐘，係咪？我西鐵起碼一個九個字啦，起碼一個鐘啦，咁馬鐵。大概二十分鐘到，應該加埋再加到大圍至到去紅磡呢段，啊，大概成連一個半鐘至兩個鐘到啦，差唔多。哇，成兩個鐘喎，去終點嘅話，成兩個鐘啊，黐線！可以整是站元朗、啊、可以啊，这站你在入几站，哎，这站元朗，你去这站不是 last well， 这个好的我也好小啊，能不能啊，水为光明，呢个手枪，呢个自动步枪。唉，好嘈啊！好嘈啊！好无聊啊！好嘈，嘈到爆，嘈到爆，远离啊！嘈，远离啊！嘈声。啊！元朗啊，喂，白卡呢？啊，元朗，哎呦，卡先啊，就呢条路，呢条卡一条卡，啊，唔系喎。拜拜，我屯門接白卡列車，咁啊前面卡啦，啊呢條片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我落去跟車站指南，拜拜。